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要不要？要。各位，日本初体验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体验。来，我们这是小可爱，在饭店玩一玩呢，脚踢到流血，有一点小裂开，然后于是呢，我们决定要先把它带来医院，可能擦个药。然后我们来猜猜看，在日本看诊有多贵，看有多贵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出门请平平安安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看的，因为我们也不懂，只是看看是不是确定是可以看外伤的。它其实是脚有点就踢到流血，然后有一个裂痕，但是我看那个裂痕它不是裂掉，它是破皮。但是我希望说，擦个药就是应该不用缝吧。不用，我们来这边不能看嘞、欸，他给我们不能看嘞、欸，好像他说他已经关门嘞、欸。你先打电话问一下那个日本的那个朋友。哎、欸，你朋友交友广阔、欸，你世界各地都有朋友、欸。这个不是很严重啊，只是因为我刚刚还好，我有带那个消毒的酒精啊，那个优点姐姐带的优点，然后可以帮我们先把它贴起来。然后呢，不知道什么，现在才2:30，他说今天不看诊嘞、欸，外科不看诊。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间骨科诊所，然后当地有人啊，你真的交友广阔哎！当然啦，我们在出国旅游，常常出国旅游，当然要交一些当地的朋友。整形外科，如果小朋友踢到，或是这边有人刮到啊，嗯，不会去医院，应该要去整形外科。其实跟台湾一样，我们台湾也是会去诊所嘛，对不对？稍微把它包一下，那大丈夫です。多分ね、骨はもう本当に小さい骨蛋白っていうものしかないので、还要要而已。它的味道只有几，还要要，嗯，と思います。痛いね。はいはいはい。再帮你擦一下，对呀、啊，很勇敢哦。医生说你很勇敢哦。没有呀，狗狗。弟弟，这是狗狗在帮你弄狗狗的鼻子。我觉得他真勇敢，一般小孩一定会哭疯了。就有点踢到这个皮，有点翻起来。它是为了吃饭，甜甜的，酸酸的。小小狗狗害怕，你不会害怕。先生ガーゼにします。反正狗狗在跳。これね、手で貼っちゃう。手で貼っちゃう。これね、テープで。它太冷了。太冷了。テープをつけちゃいます。もう一斤还要穿袜子。姐姐都开心。哇哇！姐姐一直。你很勇敢。要多久啊？又要再接，好专业哦。その上に絆創膏とかガーゼをしますから。要多久？分かった、分かる。要多久？好，OK。他刚说缝合，我吓到，因为他用胶带缝合，就是他已经缝完了，用胶带那个。对对对。我觉得就是他们大家都有关心，想说受伤要去医院。对啊。但是我觉得，毕竟他这是整形外科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这次的看诊呢，总共要花费多少的日元？好紧张哦。然后呢，等一下马上揭晓。好的，要揭晓了。这次我们看诊的费用就是17,560元的日元，但是呢，其实本来是你帮我拿一下，本来是14,000这边，那、啊、我们加了3,300，因为我们有保险，所以要拿诊断证明，所以是大概台币2,800，所以大家出门旅游记得。平平安安，要小心，知道吗？我们手牵手。